接着再来啊，咱的一个南极仙翁哦，一个伊的部门内底啊，就爱甲伊讲哦，伊讲人生像平安的不是希望哦，是袂是毋是对？好，那遮嘞，你嘛先互相来讲就真好。咱若平安的不是希望，因为嘞，希望了啊，有可能阁继续来轮回。那有啥轮回嘞？就是咱内心还阁有迄个。有执着点，所以咱诶，咱其实讲啊，大三方法，第一点诶，叫做忘记上辈。伊讲讲诶，咱如果有起心诶话咧，咱就会心，咱就会和睦感觉。物件大，伊嘛物件个，无法度一直亲近，啊，咪受着遮个约啊，遮一些所谓诶牵绊吼，互咱无法度去了解真实。第二点嘞，望苦相乐，咱拢知影，咱只要内心有所贪欲，即是苦。啊，啥物时阵上快乐嘞？我先写，知足常乐。只要咱人在好满足，那永远嘞，咱拢是快乐的。第三点嘞，望起相惜。如果咱若无起心，安尼嘞，咱无遐执着，咱袂当安心。我先写。或许咱讲吼，咱啊在有听过，啥物叫做乐理？快乐的乐，眼里的鱼，好乐。这是用着咱嘉义的中大学1980年时阵所推出来的。那咱知影咱即卖，咱是拢愈来愈老人讲话嘛，所以嘞，若是55岁，就是乐理的成员。那当然，你的未来要经过十冬啊，65岁，安尼就是已经满足了嘛。那就是要互你这段时间慢慢去适应。那当然嘞，中正大学啊，伊伫咧民国100年开始就来替方案生出来。那伊后学啊，咱都有别从事读经教育，啊，有一个咱太子都会图书馆啊，伊就咧志工故事老师培训，后学得参与。后学专家教咱来讲，即边就遮个图书馆，啊，然后嘞，后学阁有去图书馆做志工老师，啊，咱会当甲遐个家长啊、遐个小朋友有接触的机会嘛？有机会，咱会当带来读经，会当家长共伊来学堂去啦。那当然嘞，你知啊，即、这个教授来培训的时阵啊，有讲到用这个区块，啊，有后学想讲吼。我看到一直是读这班，啊，对这个人，他不知道到底里面的方案是什么，然后来跟来教授请教，说安尼要安怎来参与这里的区块？结果迄教授就甲我发问讲，你若去住吼，你后礼拜对我来迄个，就是咱新营大丰利，就是台湾银行后壁遐镇政府办一个乐龄的中心。爱就甲好学讲，啊，好学就讲，好，咱来看嘛。伊时阵啊，咱拄咱爱想遮嘛爱办日照，因为伊时阵伊有高雄啊有些资讯啊，只要有去参加培训，然后嘞培训了后，实际带这些日照的啊是热脸的话，会当甲进入申请补助。好学时阵，当时想讲，我来去拍。然后嘞，那有些方案就是叫做领导人带一个团体，啊，后续要带那个团体的是叫咱爱熊的名，然后嘞，那会当用节目形式的活动。这个后续去高雄参加伊这个研习会时阵，他啥都改活动一档，以后嘞，客家年龄变低了，啊，所以后续他就讲，有可能是按短期利益吼，啊，后续就无参加。那结果，后学应该的来大红平家参加这个热舞。那位教授啊，伊做伊演讲的方式啊，真的非常的专业。后学强调了，他是说，是的，不管你是小朋友还是老菩萨，其实你只要转个观念，因为呢，咱的小朋友跟咱的老菩萨都愈来愈纯真，啊，只要咱以慈悲的心啊，教咱的遮个浅显啊，遮个小朋友，还是老菩萨，
一起互动的话，其实都是一个很圆满的。那后续要跟咱分别来讲，咱应该大方地参加一切热点气氛运动刚才你管我在大概十个位，十五个热点的学员。啊，就以老师啊，就以教授老师，伊个吼，甲这十五个学员讲，咱今仔日人少，所以咱十五个伊安排一个圆圈圈。啊，摆圆圈圈了呢，叶教授老师则讲，这样成员讲哦，哦，候选天哦，内底又一个96岁哦，伊讲他曾经啊，就是毛泽东那个时代，而且嘞，伊时阵有无在战争？抗争时段哦，已经连挂单都是过辛苦哦。好些多年时阵，我想讲，哇，真个囡仔哦，拄着战争就是这样啊，恐怖的代志。然后啊，即马即个老师就开始来在说学业啊，讲咱今仔日哦，都已经超过50岁，所以咱每一个人，咱有一本册同款，咱内底有非常真济经验。那咱今仔日分享就是讲。像你这世人，你感觉上太难忘的代志，大姐呢？咱轮流为第一个开始来分享。啊，这个嘞，第一个人，伊用麦克风起开始讲讲哦。你这世人上太感觉的人情代志嘞，就是有一个朋友，当伊遇到困难时阵，爱的伸手来协助。所以讲，伊这世人嘞，最感恩这个朋友。当然，第一个讲了，第二个。到第四个呀，第四个是困的。麦克风结束的时阵呢，伊睇到开始喊，喊足伤心的，喊足多的。当然啦，叶教授老师在外面讲的，伊讲到大喊讲，你有啥物困困困出来？伊就哪喊哪讲，讲伊即世人呢，上解怨恨的，就是亲生妈妈。亲生妈妈竟然在离结婚了后，家庭无好，啊，咱囡仔在生的时阵啊。拢无遐照顾，爱搁甲求援助，伊娘家妈妈嘛不爱睬，所以即世人地条条，伊拢会恨伊妈妈恨一世人。这时候，即个教授老师来去甲伊安慰，伊讲吼，咱会当活到55岁，参加乐龄，先讲无简单呐嘞，对无？活到55岁，啊，你着咱像嘞，咱着中所讲的。会当活到55岁，像就是像这个地瓜啊同款。如果这个地瓜内底因地是清净的，是快乐的，当然嘞，这杯好选你袂，一定是健康，就是快乐的，对无？那如果所讲的都是怨恨啊，都是极端啊，都是低潮啊，都是负面的，各位同学，这个地瓜啊，注意因为嘞，第一个伤害就是咱家己。那其实这。先甲人讲，咱每一个人，这个地瓜一定爱爱伊的，爱更正向的，爱更快乐的，爱更欢喜的，爱更牛逼。安尼嘞，咱这个地瓜靠许多西人好好发扬，发挥功用。再来嘞，用在这段内底啊，咱的咱至少人讲啊，如果会当成功的话，咱的心太当清净。咱今仔日就去整理风水的话，那受苦其实拢是咱家己啦吼。所以讲爱学着善良心的话，咱开当家己转变为光。咱过去先相信讲，伊就有这句啊，两个咱的前辈者，俺敢讲，贪嗔痴是第一个三条根。所以讲，咱今日修持当中嘛，嘛是爱用心。加好好诶，脾气习惯，莫被气住了。好，接下来咱师尊嘛爱甲咱讲哦。师尊甲咱讲，咱修得爱修功，只要是善果，因所讲诶，那迄绝对就是咱遮诶修行者，咱修白。你看，谁不拢知哦？咱遮众生啊，就是我都做到无一点，所以你看咱其实拢蛮简单着讲。啊，你看咱这个老师。王贵玉，当然嘞，伊世俗当中，对有人会去甲你归怀，啊嘛有人甲你称赞。那当然，拄着啥时阵嘞？如果是甲你讨论的话，那你得家己想讲思考一下，如果是正确的话，那这个是咱必要要行的方向。
阿龙哥，你来来开怀，咱来来关心哦，环境重要无好，人太安尼讲，所以咱的方向来来去调整，好，望平台，当然嘞，肯定会拄着危险，会拄着坏处，那这拢是咱人生必经的过程。再来嘞，望生死，多谢谢。其实啊，好学啊，感觉咱修道人诶，上重要一点，望生死。那你修到你自己来对啊，相信那我看有很多，但是圣老前人啊，因为登伊哈尔滨顶这个罪的时阵，啊，咱个一时都无尽了，前人一下叫做少年家嘛，啊，就帮伊提伊他包包，然后对着咱个老迄个那圣老前人家个旁边。个咱吴经理老前人啊，当时的少年家的哪行哪好，伊说有啥物好，伊想讲咱这大舅仔，伊若要到哈尔滨了，就是已经休息的嘛，休枯燥的啊。那伊要去哪个弯转弯转，那就是老前人，所以就哪行啊，在哪行。啊，其实呢，是老前人就来给咱旁边讲，啊，你写好啥？那个咱当然吴经理老先生来个回答。那那孙老先生讲啊，生时拉平多谢谢，这是一个大功课嘞。所以咱看咱进化的时阵啊，咱爱呵呵用心点家的心念。或许伫个因公位，伊将咱华人爱上国行时阵啊，有甲咱迄个赖理论吼，嘿，啊，咱有甲赖理论去讲着身体个生命当中啊，接受。然后啊，伊个告别讲，比如其实吼，咱修道人吼，啊面临死的时候袂惊，啊后选择来讲，哎，你准备有啥啦？面临死吼袂惊，伊讲因为咧，咱在世时阵都会听圣贤的道理，听圣贤的路，所以有一个依据。啊，咱安尼在做时阵，咱先做安尼，但咱上班就是啥，哇，好个时阵。做不到，所以各位谢谢。咱真正嘞，伊咧活时阵啊，连一口气的时阵，脚行、手行时阵嘞，尽量用心吼、哦、去参与吼、哦、去办办，这才是重点啦、啊、吼、哦。啊，再来嘞，往时归，咱这个老师嘛难讲嘞，时归，不管你是家庭、伫社会、伫咧工作场所，甚至伫道理拢共款，啊嘛是共款，拄着时归嘞。咱爱心平气和，咱敢去思量，该进则进，该退则退。但咱是非常难去学掉的，学掉的是嘞，是咱家己无够的运气哦。所以讲，一定爱家的，咱是鼓励着家己人哦，好好的，好好往前走哈、哦。好，那咱这种老师哪敢动哦？你拥有的只有你家己。所以要好好善用身躯，要有咱的心，好好去做家己应该做的代志，了注意应该了的关，好，啊，咱多谢谢你心来看这段影片。王玉校友十四亿全民黄金供电。
Thank you.